哎，各位，而家系点样叫啊？一点钟你哋叫咩话？我哋叫 Konnichiwa， 你哋唔知叫咩？唔讲噶系嘛？冇嘢讲噶，冇嘢讲。你讲讲咪咪知香港人见面咧，咁食咗饭未吓？咁但系而家肯定未食噶啦，即系唔好咁快去食住。好啊，咁就赞美主。咁啊，有机会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去睇一睇个圣经系嘛？咁啊，我的题目咧就系叫咩？我睇我揭翻第一页先。今日嗰个题目咧就叫做同心同行吓，咁、啊、我哋要行路啦，咁啊要同人哋同行嘅，因为一个人咧你就唔会行好多路嘅。咁我今次翻嚟咧就仲有啲时间咧就要换身份证，咁啊换新嘅身份证咧，咪要等佢做咗先走得啊嘛，系咪先？因为我冇其他啲 passport 嘅，咁啊冇身份证咧我唔出得境嘅，咁啊为咗呢个缘故咧。咁我就稍微留咗长少少时间。咁啊，今日咧，我谂系我人生之中第一次咧，即系喺服侍嘅里边第一次放假，即系放自己假。咁啊，日日走去饮食食啦，系咪先？咁啊，行路啦，要行路噶嘛，系。哇，行到几攰啊！真系嗰只脚肥到咧，真系。咁啊，个肚腩都好肥。咁啊，哇！但系如果冇人陪住去行嘅时候，行唔行得喐咧？我谂行唔喐啦，因为好攰，真系行到好攰。有人陪住嘅时候咧，就容易啲行，系咪？你望下即系隔篱，如果佢陪你行嗰、那个，即系一齐去玩啦。我意思就系话，咁你见到行到咁攰啦，都好过。原来唔系净系一个人咁攰，隔篱嗰个都好攰。咁但系如果佢话我唔攰啊，咁你条气唔顺咯，有冇搞错啊？即系我啲年纪唔系争好远，点解我咁攰，你唔攰啊？咁样吓，即系有人陪咧。同你同心去一个目的地嘅时候咧，你就比较容易啲行。好啦，咁啊，今日咧分享之前咧，咁啊有个少少嘅要求。咁啊，原谅我啲广东话，点解咧？因为咧，我就冇乜人喺嗰边同我讲广东话嘅，咁啊，所以可能我啲广东话就好欧啦吓。咁啊，但系我系翻嚟之前我都搏命睇 YouTube， 即系睇啲广东话嗰啲啊，即系冇咁欧啊嘛，讲嗰啲广东话，一系讲唔出就咩事，谂起讲咩咁啊。咁啊，我记得咧，咁我听即系搏命听咧，有啲第啲教会嘅即系讲道咁啊，学下嘢啦吓。咁啊，其他都会听嘅，咁啊，知道下香港个状况系点啦。咁啊，搏命记咗啲广东话啦。咁咧就阿华妹佢哋嗰边我问佢，唔识听点谂，我都唔明点解啲广东话。咁我讲俾佢听，系我最近咧，我记得听咗啲咁样嘅广东话。O 唔 OK？ 佢好俗嘅，唔好讲。好啦，咁啊，原谅我吓，可能啲广东话唔系好顺，有阵时讲得吓。咁啊，喺嗰边几十年啦，即系唔好计我几多岁吓。咁佢好多年冇人同我讲广东话。咁啊，但系我哋睇嘅圣经就一样嘅啫。啊，咁啊就提到啦，一个同心同行咁。我睇下嗰个圣经节咧，今日讲嘅圣经节系用阿摩斯书嗰个第三章第三节，佢话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咧？咁啊，先头就讲咗啦吓，有人同行就好重要。有人陪住就好重要嘅，容易好多嘅，系咪？如果你话喂，阿胡牧师、阿师母啊，咁我哋不如几时去约一餐啊？咁样嘅时候，即系你谂住约一餐嘅时候，即系谂住放题，系咪？即系开心嘅放题意思。咁如果佢话有咩好食啊，咁你冇兴趣噶啦，系咪先？系咁解啊？如果你好啊好啊，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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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样，咁你即系嗰个气氛咧，你就会觉得哇！如果去嗰度，佢话好，即系赞成我嘅建议，即系话嗰度肯定系好食。咁诶，本来冇咁好食嘅，越讲就越好食噶嘛，嗰个气氛。咁啊，去啊，咁样吓，同心咯，系咪？同心。咁啊，食嘢就容易啫。咁如果你唔系食嘢，点咧？我哋嗰个主题系咩咧？系咪？我咩啊？激活信心。你去边啊？穿越前行。穿越前行。我睇下边，佢走喺上面。激活信心就穿越前行啊嘛。咁啊。你一定有个人去陪嘅，我哋无论系做咩嘢，你翻工又好，翻学又好，系咪？如果净系得你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好难去达成一啲嘢嘅。你有冇觉得？我唔知道你有冇觉得。如果我会觉得嘅，即系我会学习去死忍难忍啦，自己去，但系唔容易。咁你话要前行，系咪怎么行咧？前行咧，我记得以前好多年前，几十年前行咩弥敦道啊、佐敦道啊咁啲，行唔到路嘅。即系排队咁样喐嘅啫，唔系叫行路，系喐嘅啫。你点样去前行咧？你特别如果赶时间就阴功啦，真系赶时间嘅。
即係唔好講嗰啲咩佐敦道，講翻我日本嗰啲大阪嗰啲。咁有啲人行得好斯文噶嘛，係咪先？但如果你趕住時間，你點啊？冚唪唥撥起曬佢哋，係咪阻住曬？係咪先？即係你一定要有啲嘢係叫你好通順嘅，你先至可以去得去前面去前行，穿越穿過一啲嘢，越過一啲嘢，你先至去前行。你點樣去做？道理我哋好多都會明，但係點樣實際上點樣去做呢？咁樣好啦，咁我分咗三個點同大家睇一睇嘅。一個點呢，第一個點呢，就如果有人陪住呢就唔一樣㗎啦。有人在旁邊嘅好處，有人在旁邊嘅好處，第一個點傳道書係唔該讀一讀。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是唔該，嗱，我哋大家都好識呢啲聖經噶，好熟噶，識念添啊，係咪先？咁啊，但係我哋重複睇一次，有啲好處噶。如果有人喺旁邊，係咪兩個人比一個人好？因為如果兩個人咧勞碌同得美好嘅講下，我哋一齊會做一啲嘢，係咪？先後咧分享到關於障礙家園，其實我都去過一次。咁啊，即係如果有啲同伴，有啲人一齊同行咧，就會好啲嘅，係咪？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一個人碌到咁，你就弊啦，係咪？咁如果兩個人一齊碌到咁，又爭好遠，咪你扶我，我扶下你，係咪？但如果你有啲些少嘅成績出嚟嘅時候咧，有人可以同你一齊好開心，哇！真係好啊，開始彼此有一個鼓勵嘅，係咪？我哋最弊一樣嘢咧，就話如果有人真係行，即係你平時行路有陣時間唔中會即係 kick 到啊咩嘢成啊，你 kick 親嗰陣時候慘我隻新鞋，點算？你 kick 整花個鞋咩？但如果你真係撲到，直情撲咗趴咗喺度嘅時候咧，咁啊弊嘅咯，冇人扶起你。點解啊？因為咁大嘅人喺條街度趴到，好醜噶，係咪先？希望你哋唔會試過，但我都試過一次，無端端真係好趕啊！趕到真係一撲一碌，廣東話真係好笑，真係趕到一撲一碌嘅時候，竟然間唔見到有啲咁多嘢喺度咧，趴咗度，趴咗嘅時候，第一個感覺係咩？快啲起身啦！有冇人睇到我？好醜噶嘛，好魚噶嘛，係咪先？但如果你有個人喺側邊咧，即刻話，即刻搲起你，咁啊唔同咧，氣當冇事，我冇撲到啊，係咪先？咁啊，仲有個人問你話同唔同我唔 OK 啊？即係。好好嘅，你有一個好處，係咪？我哋可以想像好多嘅嘢，係咪？或者有人攻勝孤身一個人，如果只有一個人，而家有我哋好多時咩平台啊，咩 SNS 嗰啲嘢，唔知你叫咩嗰啲，咁有陣時好開心啦，寫句嘢喺度嚇，咁你好開心啊，我乜乜乜啊，或者有啲咩嘢，哇！竟然間咧有好多唔關即係冇關嘅人咧就攻擊你嘅咯嚇，即係話你乜乜乜乜咁嘅喎，好唔開心喎。即係我啲開心嘢關你咩事？點解你要去攻擊我啲開心嘢咧？咁樣嚇，我喺大阪嗰度咧係試過有一單兩單嘢噶啦，就係啲知名人士，係啲公眾人嚟嘅。咁佢都有平台自己寫下啲嘢啊，咁樣其實都係一般嘢，都唔係咩嘢。咁啊，竟然間咧引起好多人啊不斷去攻擊，就甚至人身攻擊啊咁好多，同埋捏造嘅一啲嘢去攻擊，竟然間咧造成到咧呢啲人去自殺，真係死咗，好慘啊！因為佢係公眾人物嚟噶嘛，佢又唔方便同你講，即係揾一個人你聽下我講啲嘢，佢哋未必有朋友嘅喎，呢啲好慘嘅喎，其實真係。咁佢自己喺度真係哇死一難，因為個公眾人物，我又唔可以立亂咩嘢咁樣嚇。但如果有啲人去即係陪伴一下，係唔使理佢哋噶啦，咩即係開解一下，可能唔會一樣。即係有時我哋唔會諗到一啲嘅小嘅事，竟然間變成一啲大嘅事嚇。如果你一條線嘅時候咧，咁啊好容易去掹斷佢。但如果你一條繩係三條嘅時候咧，唔容易去截斷。可以先頭提到障礙家園，我唔係同佢賣廣告下，都係我自己感受。咁啊，有啲人需要，有啲人需要陪伴去同行，咁我哋去支持佢嚇。你可以話：哇，我支持唔住喎，頂唔順喎，我係乜水係咪？但係我哋有一個心去彼此佢一個照應，一個支持或者代禱，或者哪怕你會覺得啊，我只係做好少嘅嘢勉力嘅啫，但係
三条合咩三唔系三条三股合成嘅绳嘅咧，你点掹都掹唔开噶啦嘛，除非系特别嘅人嘅啫，系咪先？我觉得有阵时我哋喺外边宣教嘅时候都系嘅。有好多嘅难处，我相信阿孔牧师佢哋真系从开始听讲，佢哋即系两夫妇一齐都好唔容易，好唔容易系不足为外人所道。有啲咩嘢嘅时候咧，同你噏咩你都唔明嘅，讲极都唔可以有一个一样嘅感受，咪自己死忍难忍去祈祷咯，自己咪即系系咁。但系感谢神嘅恩典，神听祷告。但系如果有一啲人喺侧边去支持或者甚至去代祷嘅时候咧，唔会一样。你顶得顺嗰阵时，如果唔系咧就好惨。所以最弊一样嘢咧就话，即系假设间下，即系唔好学。不过假设，如果你话我好憎个人啊，你唔好话要祈祷，咁佢就有祸噶啦。吓，要彼此嘅一个代祷，彼此一个支持，就好唔一样。所以咧，有人在旁边就有一个好处，我哋睇上嚟，哇，一个好美丽嘅一幅图画，系咪啊？系咪嗱？胡牧师佢哋啊，猛个岌头啦，真系。好一个好好嘅好处，好美丽一个图画，哇！真系系好希望能够快啲去成就喺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阿门阿门，神啊啫！但系你睇下现实嘅环境，有时未必咁真系咁如意嘅。无论系喺一间公司打工又好，你喺某一个 department 嘅部门都好啦，系先啊？或者你系公司好，工厂又好，或者系学校又好啦，或者系教会里边又好，小组又好啦。如果有旁边有个人就好啦，咁但系你往往有时唔系往往，即系间唔中你会觉得好激气。呢个人唔喺我旁边就好啦，真系好把火啊，真系。讲亲啲嘢咧，佢回应嘅就顶心惨咁样去顶实嘅，系咪先？硬系唔知咧，会有啲咁嘅人喺侧边嘅，好不幸嘅现实嘅嘢里边，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咧？系咪先？我哋会提到，可能激活信心啊！假如间你系基督徒嘅话，激活信心咁样要激噶嘛？嗰啲信心系咪先？咁我信心要活噶嘛，唔系死噶嘛？但你会发觉事实佢系激气，好激气，好激气。点解我啲信心咁激气嘅？点解啊？我要开个会，我要倾啲乜嘢？哇！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就是做好一样嘢，或者是处理人事真的很烦的。但一件事都好啦，你总之那些意见有些交流的时候，竟然间呢每个人很强烈地去讲出自己的从神里面祈祷那些启示的时候呢，竟然间你发觉很激气的。是不是很激气。那怎样去前行啊？点样去穿越啊？点样去前行啊？起码要穿越呢啲人或者呢个人，先至有得前行。个心里边会讲，最好呢个即系假设啦吓，即系我相信你哋冇呢样嘢。不过假设如果我小组里边，唉，真系我祈祷神啊，叫呢个人转组啦，唔好咁顶心惨啊，讲嘢嚟先啊。世教会嘅时候可能都好容易啊，睇嚟睇去都呢几个人嘅时候，你有啲咩意见你想讲出嚟嘅时候，咁佢一定咧就会顶心惨顶实你噶啦，刺吉住你噶啦。我话咁样做系唔好，第二样做法，咁我好啦，咁我唉顺下你啦，我咁样做法啦。佢话唔系，你先后嘅次序唔系咁，啊总之有样顶实嘅，你真系好鬼把火嘅，真系咪先？咁你点样前行啊？嗰时你真系祈祷。神啊，点解会有啲咁嘅弟兄姊妹喺我侧边嘅咧？真系咁，不如我转组啦，真系老土嘅，真系。如果我教会，我转教会啦，咁样咁你会发觉咧，你即系唔好转下，即系你转到边都系咁嘅。其实因为有人嘅地方一定系咁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你系要即系你系追求一样嘢，你期待强烈期待一样嘢，就话我转咗就必定会好。但系话俾你知。这个不需要讲预言，这个是决定一样，好200%一样的，去到哪都没有完美的。完美只有上天堂的，完美只有神一位。我们都是罪人，你转去哪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主题很好的，穿越前行，他不是说叫你避开前行嘛，是不是？人避开很容易的，你做这份工做到不 Nike 的事情，把火你转工，你可以转学校，你读到不 Nike 你转校，你可以转，你住得唔开心，我移民，即系我唔系讲啲敏感问题吓，即系我要澄清，唔系讲呢啲，即系打个比喻啫吓。
咁你话小组呢个转组，咁你会发觉转嚟转去，都一定有啲咁嘅人喺侧边嘅。嗱，我打个比喻啊，一阵间会有啲圣经节出嚟啦，啲吓我哋基督徒嘅品行啊，忍耐啊，乜个最冇忍耐啊，咁讲真系。所以咧，我永远喺我侧边都啲慢嘅人嘅。有阵时我心谂下，哇，惨啦！即系我心里边20岁啦吓，咁但系身体唔系啦嘛。有阵时我谂下，惨啦，到我咁上下，会唔会有啲我啲血压好高嘅咧？啊，那个心有冇医生护士喺度？你要知啊，嗰啲即系你越紧张咧，嗰啲咩脉搏系咪叫脉搏嗰啲咧，会跳得好快嘅，真系。即系有啲好，我认为简单嗰啲嘢，懒巴闭，我好简单啲，我做一样嘢，我15分钟做完，我竟敢喺隔篱嗰啲人可以做2个钟头嘅阴功，真系。咁你又点算咧？点顶啊？嗰啲嘢成。咁啊，成系走啦，等我做啦，等我整。咁啊，永远唔得闲噶你，因为你唔抵得啊嘛，咁你要做啊嘛，冚班啊嘛，冚白烂都系你做啊嘛，好啦，俾你做啊。咁啊，就我点样可以去实现？唔系实现，系实现，即系有啲咁样嘅嘢咧吓，即系可以话我真系好欣赏，有啲人喺我侧边，呢啲系要彼此欣赏噶，彼此欣赏。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好处或者系弱嘅地方，佢唔系唔好处，系少少同你少少唔同，所以呢个系关乎我哋嗰个嘅咩啊价值观。我认为咁样好，佢认为唔好，但唔代表佢错噶嘛，系咪先？即系其实双方两方面嘅呢样嘢两睇嘅。我哋要学习去欣赏别人嘅好处，你就唔好咧眼睁睁去睇实有啲软弱嘅地方，因为人哋都系咁样睇你嘅啫嘛。系咪先啊？咁人哋咁样睇你，你又唔开心咯？你话你唔识货，唔系唔识货，即系你唔识嗰啲好嘢啫，系咪先？咁其实系彼此都系有咁样一样嘢嘅，所以我哋要学习有一个嘅谦卑去认同人哋嗰个嘅好处，然之后点样去配搭咧？呢个先系重要。好啦，咁第二个咧就提到咧，在基督里边嘅一个嘅文化。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呢个好重要嘅。系咯，我哋读下经文啦，嗰个腓立比书嗰度。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系唔该。嗱，呢度写得好清楚啦。其实今日嗰啲经文咧，冚唪唥大家都识背噶啦，已经。但系你点样去睇一，就重新去调整我哋嗰个价值观去睇每一件事，或者系欣赏每一个人呢？嗱，我哋基督徒系，我哋先讲我哋基督徒先。我哋基督徒咧就系话神爱我啊，咁样锡我啊，揽住我好开心啊，咁样神你爱我多啲啦。我哋都系要求咁，期待咁样，都相信咁样。但我哋有冇话，我哋都去同样嘅去接受同我哋唔一样嗰啲人呢？呢个系一个对，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挑战，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唔容易嘅、哦。系咪？好似先头都举个例啦。如果你话开会讲啲咩嘢啊，咁嗰啲嘢成唔同嘅谂法、唔同嘅思想、唔同嘅做法，咁你可以有啲唔 like 嘅嘢咯。嗰啲气氛就冇噶咯，系咪先？又会拗得好紧要啦。佢凡事不可结党咁啊，冇，我哋冇结党。咁但系问题就话，或者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小组系要提我啲中文，系叫小组。我唔知好多组啦，不过我知道好多组。咁啊，每一个组咧，哇，好融洽啊，好好啊，好开心啊，一齐去饮茶啊，去咩啊，食饭，去旅游啊，咩咁咧，好好、啊。咁但系如果唔同嗰啲小组咧，咁我哋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即系或者喺教会碰到又好啊？我哋真系唔系咁啊 high bye， 即系唔系咁样，即系我哋真系有啲嘅亲切嘅吓。即使我哋好忙都好啦，即系肯定噶啦，每人好忙。你碰到嗰个时候，你可以真系同佢问候多一句。你问候多一句都系一秒嘅啫嘛，你嗰一秒能够做啲咩咧？好似我咁，系急心急急到佢咪扑到咯，咁咪即系系咁咪仲肉酸系咪先？即系咁讲。咁所以话，我哋有阵时可以用一啲嘅有少少一啲嘅时间机会咧，去彼此嘅去一个嘅问候啦。你唔好话去问候一句咁假，我唔系叫你讲假嘢吓，但系从心里边去问候呢、这个姊妹，呢、这个弟兄。嗱，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啊！姊妹去带领唱诗，我第一堂都有唱噶，唔系冇噶，第二堂我都有唱，我学唱，因为我未听过呢啲歌啊。对于我嚟讲，好感恩，好感恩，即系好感谢主，真系好欣赏，好欣赏吓每一位嘅弹琴嘅嗰啲每一副唱，即系从心里边
佢真係發出咗一個對神嗰個敬拜咧，梗係啦，咁你哋當值噶嘛，即係唔係咁喎？你千祈唔好咁呢個心態喎。即係我哋要嘗試一個心，即係嗰個日本係個 organ organ， 即係從心裏邊嘅心裏邊，即係好裏邊嗰一忽咧，去感受得到對方佢所服侍嘅，佢所做呢一樣嘢。我哋學呢一樣嘢。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嘴巴唔講啦，但係心裏邊話，即係佢咩咩之嘛，佢咩咩之嘛，即係係咪啊？會噶，你唔好話冇啊！你話冇啊，講大話噶啦，係咪？不可結黨，唔好貪圖虛浮嘅榮耀。呢樣嘢，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都係心裏邊嘅，我哋自己問自己嗰啲嘢，係咪先？我哋表面可以做好多嘢，可以講好多屬靈嘅説話，可以做出一啲好感人嘅講嗰啲嘅説話。但係如果真係有人，真係我記得聖經有一句聖經咩經文，佢講到就話：如果弟兄有高升嘅，你要高興嚇。但係有時我哋心裏邊好多嘅平頭品足，點解咧？因為而家呢個嘅社會嘅文化係咁樣，所以我特登咧做咗個題目叫在基督裏嘅文化。我哋唔係要跟呢個潮流，因為我哋不知不覺就會俾呢個社會嗰個風氣，呢個全世界性噶，唔係淨係香港、日本都有噶，有好多添仲。即係我哋唔係跟住呢一個，要諗下我哋坐喺呢個地方為咗咩事？我哋坐喺呢地方係我哋基督徒，咁啊基督徒去做禮拜咁樣。如果我唔係基督徒咧？是啊，即是有人搲我几次，我冇意思咁咪坐喺度咯，咁咪蹬下脚，即系唔系咁，无论点都好，我哋要睇下基督里边嘅文化系咩嘢性。我哋要谂下喺基督文化里边系咩嘢性。如果有弟兄去升高嘅时候，或者公司有人高升嘅时候，你话车有冇搞错？你都唔轮到我嘅，佢有冇搞错？咁佢做嘢好咩嘅啫？系咪？即系你会觉得自己比人强嘅。你有冇谂过话人哋都咁睇你嘅啫？不过唔讲啫嘛，或者系掩饰得好，唔俾你知咁解嘅啫嘛。即系我哋话唔好贪图虚浮嘅荣耀，要俾人称赞嘅话，你好熟灵啊，你好咩嘢，你好成功啊，咩咩咩嘢性啊咁啊，即系都唔系啫。个心哇，真系开心到晕咗喺度。即系我哋要谂下，要全心谦卑呢、这个好难嘅呢一个全心谦卑，就关乎系啦。阿胡牧师啊，咁啊，我啲前辈嚟噶，佢系真系。啊，師母嗰啲係我嘅前輩嚟噶，咁啊，只要謙卑嘅喎，係咪？佢哋有真係好好嘅服侍，一個好好嘅榜樣，所以我叫胡兄胡大哥嘅啫，係咪先？係從心裏邊要欣賞人哋嘅好處，然後從人哋嘅好處嘅裏邊，我哋先至能夠知道自己唔夠料。如果唔係時候，你會覺得哇，我好夠啊，我好夠料噶啦，好似明火嗰啲煲嗰啲湯咁，明好夠料咁樣，唔係嘅喎。一個謙卑嘅心，然之後睇人哋比自己強。各人唔好單顧自己嘅事，也要顧別人嘅事。呢個需要智慧啦，需要智慧啦。嚇，凡事就翻啊咩啊？凡事皆因強出頭，即係你顧人嘅事咧，有智慧，你唔好走去八卦。即系唔关你的事，你走去看顾人嘅事，咁人哋会话你左头左势，阻住个地球转啊！嗰啲嘢关你咩事？但有啲嘢你就真系好需要用心里边去，或者系咪去代祷又好啦，或者系咩都好。甚至有时我哋去一个服侍嚟讲，系一个嘅牺牲。呢、这个牺牲唔容易嘅，同你同利益冇关嘅，你好容易牺牲嘅，冇问题嘅呢啲吓。我食饱饭啊，咁你。我唔肚餓嘅時候，你話哎呀，不如啊，黃牧師，你用少少時間幫我做啲乜啊好啊咁樣係咪？但係我好肚餓咧，我忙到從尋晚都未食飯到而家呢嘅時候咧，我已經盼望緊我飲個茶飲到好勁嘅，要食餐懵嘅。咁哇、啊，你叫我唔好食嘢住喎，犧牲嚟嘅，我已經頭暈咁滯嘅，已經攣到咁滯。哇，咁點啊？即係呢個好誇張一個例子啦。即係有時會付出一啲嘅代價。嘅时候，但如果你成全人哋一个美事嘅话，我哋要考虑一下，我哋有冇咁样嘅心智去成全人嘅事咧？吓，唔关我事，你乜乜唔系？我哋应该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呢、这个系我哋全部所有嘅基础嚟嘅。但系人好多时就系以我哋嘅心智，我 like 唔 like 啊，唔啱 key 为标准，呢、这个系。特别是而家呢个二十一世纪的嗰个一般人的嗰个标准，好自我，非常自我，特别自我，我要好强调呢个字。我哋喺日本都系咁噶，喺日本都系咁噶。
翻工都好啦嚇，摸兩下嘢唔中意，我劈炮嚇。我聽過呢個 YouTube 某人嚇，咁佢講係真係有咩事實㗎？嗰啲新仔咧咁啊，將佢翻工咧，新上嗰份工咧，佢話張凳啱坐喎，佢話。咁然之後咧，就叫佢換凳喎，為咗呢個人咁黐線嘅人嚟嘅，咁大公公司訂椅係一批噶嘛，唔係訂一張噶嘛。佢要為咗呢個人，佢仲有新仔添。咁然之後嗰個嬲啦，就唔做咯。可唔可搞錯？而家香港搞成咁啊，陰公真係為咗嗰張凳。日本都有啲咁即唔係咁嘅嘢，但係有好多好自我嘅嘢，好自我，非常自我。但係我哋喺基督裏邊，我哋唔係咁樣嘅。喺基督裏邊。嗱，而家咧，我哋21世紀咧，美國都好，台灣都好，日本都係咁嘅。一唔啱咧，我走；一唔啱咧，我離開。離開仲唔止，搲埋啲人離開嘅，仲要嗰啲叫我學識呢個廣東話叫撕裂，好陰功嘅啫。佢講撕裂，我就諗啲手撕雞嗰啲嘢，嗰啲咁嘅搲到爛曬咧，然之後咧點啲汁咧就啊好好味嘅，因為你飲汁先好味噶嘛。如果唔係呢啲手撕雞唔好味噶嘛，即係類似咁啦。佢唔啱咧，自己走就唔定，佢仲要搲走嗰啲人，又撕裂晒，然之後咧講咗好多佢哋嘅諗法咧，就嗰啲人咧洗晒腦咁樣咧，就入曬嗰啲味嘅啲手撕雞，即係咁樣嘅。我哋基督嘅文化唔係咁樣，唔係話分裂，唔係分離，而係合一。合一係需要啲咩？你同心先有得合一噶，你唔同心，你點樣合一啫？係咪先？所以我哋应该要将这个同心合意这一样东西是放在每一个的事情里面，我是这样看的。应该是这样的，你不只是喝茶先合一，这样好好间餐厅合一。是我们这样点这些点心呢，它就便宜的合一。那些就容易跟你有利益的嘛。那你想想这样之后你的肚腩就大了，是不是？但我们属灵里面是怎样？我们属灵的里面有没有能够真的能够荣神益人的那些东西呢？好重要，我哋唔系净系益自己，荣神，神喜唔喜欢咁样？耶稣有冇叫我哋咁样啊？啲耶稣里边唔系耶稣里边，基督里边嘅文化有一个文化嘅。而家我哋真系好容易咧，真系俾呢个世界上好多一啲嘅，真系可以用我讲呢个字，一个变咗质嘅一啲嘅文化，我哋真系被感染咗嘅。吓，美国有嘅睇法乜乜。然之后乜乜国又有佢哋睇法乜乜啊？系咪叫苏联咧？唔系叫俄罗斯，叫做俄罗斯有佢啲睇法，佢啲文化系乜乜咁啊？咁我哋香港有啲文化乜乜咁样啊？唔讲乜啦。咁啊，每一间教会有佢啲乜乜咁样。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好多个人都有佢啲乜乜嘅喎。问题就系话，系咪？但系我哋去到耶稣基督嘅文化里边，我要睇下耶稣基督佢话乜乜啦。呢个好重要噶，系咪？咁啊！我每一次我感恩啦，朱长老佢哋真系去接待我咁样，我去到佢屋企系咪先？咁佢都有朱长老嘅文化噶嘛？嗰一个家庭系咪先？你唔可以去到喂我大阪咁嘅喎，咁佢一脚兜咗你走啦，系咪先？即系唔单止冇第二次啊，而系远远见到你就即刻另歪面，即系唔会嘅。朱长老唔会咁嘅，佢唔会咁嘅，佢都会好礼貌嘅。即系如果系我咧，就即系第一脚就飞走你嘅。如果你咁系咪先？即系你要尊重嗰个地方嘅文化，基督嗰个文化系乜嘢？嗱，点解有咁多嘅问题咧？讲嚟讲去，因为我哋冚唪唥都系罪人，我哋基督徒唔系话好啦，我做咗基督徒就升天啊！我系传道人啊，升天唔系喎，你有排未升天，未升天嗰阵，你个地球嗰度踩紧呢个地球，你点样生活？呢个系一个见证。我哋唔可以话呀，呢啲嘅识念啦，倒翻转头都背咗出嚟，有冇行出嚟？嗱，而家系同我自己讲，唔系同大家讲，我自己都系，我行到几多出嚟啊？讲就好容易嘅啫，吓，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啊！我哋咁样做，个心谂嗱，你特别你要做多啲，个心咁谂啦，系咪先？自己好似好有资格去教人嘅，教导人，但问题我哋做到几多啊？我哋能够按到几多系耶稣基督佢嘅文化，我哋真系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啊，先头咧同阿新牧师有少少嘅交通咧，佢都会提到，其实我都会有时谂呢个问题：点解嗰啲嘅
那些異端邪教呢，為什麼那些人那麼容易入心入肺的呢？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在國際新聞裡面看到現在日本的現在那個政黨叫自民黨，為什麼呢？他原來先至因為殺了個安倍之後就挖了一些東西出來，原來他們那個自民黨已經當政了幾十年了，所以他根很深的，真的深到你真的成百年力榕樹呢都挖不開，那些根很深的。哇，原來他跟那個統一教會是有聯繫的。哇，每個人真的驚嚇啦 ，Bigudista！ 哇，你咁嘅政教分離咁嘢，原來係咁嘅喎。好啦，咁而家咧就挖翻出嚟啦，都會諗啦。咁啊，開始咧嗰啲所謂嘅統一教嗰啲第二代、第三代嗰啲細蚊仔咧，佢未必係信嘅嚇。咁但係冇法子，因為父母咁最慘就係父母話佢要去奉獻錢啊，借錢借好高利貸都要借錢。奉獻咧好多幾多億即係日元啦，幾多億日元啊，乜乜啊咁啊，賣屋嚇，仲要仔女孭埋債，都要去奉獻俾佢嗰個統一教。好啦，東窗事發啦，原來佢咁嘅個組織咁啊，但係唔醒嘅喎，嗰啲人陰公唔醒嘅喎。咁咧，佢仲要訪問啦，即係好老道，要訪問嗰啲即係記者啊，訪問嗰啲即係喺日本嗰個叫分會啦，即係佢哋嗰啲統一教嗰啲當即係嗰啲 leader， 即係嗰啲辦事人嗰啲啦，唔知佢哋叫咩人啦。咁啊，佢哋仲反駁翻你哋嘅喎，冇啊，我哋冇啊，我哋唔係難得佢哋同意乜乜乜咁樣嚇，即係佢哋唔會知道錯嘅。咁啊，啲當事人咧害到嗰啲仔女咧，真係狗血淋頭嗰啲咁樣。如果唔係，佢點樣把火開嘅槍殺咗佢啫？係咪先？他们都不会觉得他们有问题的，他们觉得这样他们的不正常的那些这样的奉献 是对的。但是我要这个敏感问题，这些呢是讲异端邪教的，跟我们奉献没关，我们没问题的，我们不会有这样，没有强迫，没有任何没有的，是完全全是我们祈祷，是按照我们的能力的范围里面，我们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例如好像障碍家园那些，咁样冇问题的我们。咁啊，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呢？即完全是洗脑啊。即係講翻轉頭啦，點解我哋基督徒，我哋話我哋要學習基督裏面嘅文化，但係未必咁深入人心嘅咧？哦，原來佢哋同生活上係息息相關嘅。佢哋即係嗰啲異端邪教嗰啲人啊，我都試過啦。有一次咁樣成日啱嚟咗，唔係嚟咗，係去咗日本冇幾耐啦。嗰時翻緊語言學校，咁啊禮拜六啊放假，所以咁啊洗衫啦。咁嗰時即係第一間屋嗰啲屋仔咁啊，有啲好古老嘅幾十年前啊，唔好計我幾多歲。咁啊，即係而家唔係全自動啊嘛。嗰陣時即係你洗揈完一啲衫咧，拎到隔離咁啊，打開個門，一啲水喉要出去啲排水嗰啲咧，咁啊有人撳鐘喎，係嗰啲耶和華嗰啲咧。咁啊，咁嗰時唔得閒啊，即係只有得一日我搞衞生啊嘛，係咪先？一個人搞衞生啊，洗咩嘢成？咁啊，我耶記咁樣，咁我啊又唔得閒啊咁樣，咁啊，咁佢仲唔走喎？仲唔走喎？咁樣即係嗰時我啲日文有限公司，咁仲唔走啊？咁點算咧？咁我話係我基督徒，咁啊仲黐喺度添，仲唔喐添？咁點算？冇啦，把火咪擺低我啲衫唔整啦。咁啊，你有咩料啊？你講咩啊？即係咁啦，係咪先？咁就開始講佢啲啦，嗰啲咩嗰啲即係佢哋好興講嗰啲咩十字架，佢哋講一條木㗎嘛，佢哋講呢啲嘢㗎嘛，把幾火嘛，好啦，呢本聖經同佢講㗎嘛，咁就走咗人啦。即係有陣時我哋呢啲就係基督文化啦，即係佢哋入心入肺呀，佢哋嗰啲點解呢？佢返仲要開會，仲要開會，點解嗰個人可以咁樣同我頂路行呢？佢哋會返回去開會嘅。但問題我哋基督徒唔係㗎喎，我哋基督徒呢即係全世界下，即係唔係話 RCC 可能唔係嘅。咁呢有聚會嘅時候呢，咁咪得閒咪去坐下囉，係咪先？咁哇，我有好多重要緊急嘅事嚟㗎喎，咁樣嗰啲 WhatsApp 唔知咩 SAP 嗰啲呢，哇唔得閒坐喺度呢聽講道嘅時候啊，快啲講完啦，咁樣即係個手，而家啲人好叻㗎嘛，啲手指喺度咁樣，咁佢知道撳咩㗎啦嘛，係咪先？啊諗下，哇咁啊，跟住呢差唔多好嘢，咁就煮咗十分鐘就完啦，咁即刻標去邊度呢去訂位，唔知去邊度。即係有一啲基督徒係咁樣嘅，即係我知道你哋唔會咁嘅，你哋坐到兩點半都冇問題。不過我唔會講到兩點半，放心。好啦，咁啊，但係啲耶記嗰啲咧，咩統一教會啲唔係嘅喎。韓國有好多異端嘅，仲有好啲我都唔記得咩名嘅啦，好多啲異端嘅。咁佢哋咧，即係佢 YouTube 啲相啊咩咧，哇好犀利！佢成個好窄嘅一間房嘅咧，坐成可以擠到幾百人嘅，唔知點解。
咁咧，即係如果講韓國嘅時候咧，咁韓國嗰啲人咧坐即係踎地下噶嘛，即係坐地下嗰啲咧冇凳噶嘛，可以坐到好逼嘅。哇！即係冇開窗啊，冇得唞空氣嗰啲咧，佢哋由朝坐到黑都得嘅喎。好渴慕，好渴慕，好渴慕。點解咧？因為佢哋一定有啲點嘅，會講佢哋啲咩？佢哋唔係講永生嗰啲，因為佢哋冇啊嘛，所以冇得講。咁啊，佢哋就會話啊，佢哋可以得到咩益處啊？咁樣佢哋好大嘅期望。所以我就記得一句嘅成語叫唔係呢句，即係望，即係伸長條頸啦嚇。總之好盼望，好相信有呢樣嘢。咁我哋基督徒咧，嗱，我先會講，我哋人有罪。如果你话啊，我唔系好明白圣经，我冇搞错你班耶稣友咁样，你话佢有罪，我又要交足税，交到十足，你话有罪，冇搞错啊！真系，点解咧？第一，人有骄傲就已经有罪，我哋话冇神已经系有一个个罪，人有好多嘅软弱，我哋需要改变，但你改唔改得到啊？我知道你改唔改到啊？未必咁容易。你话好啦，好多人同我讲，我唔认，我唔承认。有冇搞错？我觉得好好啊！你话我唔好，呢个系骄傲一个罪。耶稣佢嚟到呢个地方，嚟到人嘅地方，佢要俾我哋知道我哋有罪，知道先至能够被赦罪啊嘛！你唔知点赦啫，系咪先？你知道呢个重担，你先有得赦驳噶嘛？系咪？你唔知道冇得赦噶嘛？知道有罪，然之后你知道需要去除，有啲办法可以除掉呢个罪。有一个办法，只有耶稣基督。如果唔系耶稣基督嘅时候，冇任何嘅办法，你边度拜乜都冇用，呃你嘅啫，氹你啲钱嘅啫。话明俾你知，呢样系真嘅，你300%你可以相信。但系耶稣俾我哋恩典，就话我第一，我知道我是一个骄傲嘅，我点样可以除去我啲骄傲？我以前都唔知道我嘅骄傲嘅，喺以前喺太子道嗰阵咧。我都懒巴闭，我 OK 啊咁样。后屘去咗日本就知啦，哇！好多撞板嘢，好啲自己啲软弱嗰啲嘢咧，一样一样就出晒嚟啦。知道即系谂起，哇！原来我以前懒巴闭就惨啦，真系喺大阪日日即系真系冇咩啊，冇夸张系冇夸张到，我真系认罪嘅，真系。因为圣灵要帮助我哋，俾我哋知道我哋骄傲，我哋有啲乜嘢嘅嘢，或者系甚至系隐然未犯嘅过犯。好啦，当我哋做咗基督徒之后咧，咁系咪你做咗基督徒之后，你即刻就可以哇180度咁扮变咗另外一个人咧？咁样系就好啦，但唔系啊嘛。咁所以我哋要祈祷啊嘛，要读圣经啊嘛。如果冇一个嘅原则一个guideline嘅时候，你唔知点做噶。因为而家你讲一样嘢，好几千个人教你点做噶，问题咁你仲混乱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要学到要有一个基督里边嘅文化。我哋点样去彼此去欣赏咧？点样去做咧？凡事如果我哋能够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嘅时候，我哋所睇每一个人、每一样事，或者对每一样事或者咩有睇法嘅时候，我哋个姿态、我哋嘅心态都唔会一样。如果唔系嘅时候咧，我先头讲啦，你大家都知道，你讲少少嘢，周围嗰啲人就平头品足噶啦喺度，系话你乜话你乜，哇！真系好多嘅批判，呢个系个骄傲。点解我有资格去批判啊？因为我觉得我有料先要批判啊嘛，系咪先？如果唔系点去批判啊？但系而家呢一个嘅社会呢、这个世界就教导我哋系咁样嘅，去批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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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我有料啊嘛。如果唔系，你讲乜我信咁搞错啫？即系表示我冇料啊嘛。世界教导我哋呢样嘢，人哋外国嗰啲战争，你又批判一轮啦，又话呢个啱，呢个可怜，呢个咩？你附近有啲咩嘢，你就走去批判，乜你都批判。你翻到公司，你又批判你个老板冇个搞错啫，俾个啲咁多钱，就做到只狗咁样。咁但你翻屋企，你照下镜，你系咪一个狗头咁啊？唔系啊，你仲好健康喎，你仲有钱去买化妆品喎，系咩？你唔识得去感恩，你唔识得去感恩喎。咁啊，老板睇我哋啲人又唔顺眼啦，老板就话：我俾啲钱你。你就冇好似我期待咁样去俾我交啲货俾我，佢又唔知道我哋做到 pass， 佢又唔知道，即系彼此唔识得去体谅呢样嘢，但系有极多嘅要求。但我哋基督徒系唔咁样。如果你系翻工嘅，其实圣经都有讲，你系翻工嘅时候，你就扑心扑命去做，
切，佢俾咁少钱我，你明知噶啦嘛。你去翻工，你见工嗰时，你去搵工嗰时，你点样同教会讲啊？点样搲住？系人见到搲住，你帮我祈祷啦。咁啊祈咩？我好想搵呢份工啊！咁啊，今日每日通宵祈祷、禁食祈祷，为咗你呢份工。好啦，咁你搵到啦，咁啊，哇，每人感恩到飞起，咁啊翻工啦，咪好啦，好啦，做得冇几个月，你就平头品足啦。呢、这个上司唔 Nike 嗰个老板又唔 Nike， 个上司又蠢到只猪咁样，即系成世界系你叻嘅啫吓。咁啊，跟住迟啲啊话冇搞错，我拎五小薪水做呢啲，哇！咁你真系侮辱我哋个冚班人帮你祈祷嘅，我哋相信你先为你祈祷揾呢份工嘅。咁如果你揾呢份工，你系感恩嘅。如果我系神，我一巴冚过去真系，系咪先啊？即系要懂得感恩啊呢样嘢。是不是先啊？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不是叫你咁过分啊？是不是先？所以你找到这份工你又做，你扑心扑命去做，因为他请你去是要你帮他赚钱的嘛。是不是先？那不赚钱他请你做什么？叫你坐到日日在那里叹两尾，不是的嘛。是不是先？老板没得叹两尾，在那里叹两尾，一脚兜走你啦。是不是先？黐线的。即是我们要懂得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相反的立场去想一想。是不是先？咁你如果翻学嘅话，你谂住毕业先去读嘅啫，你冇理由咁唔正常噶嘛？你去 hea 啊？你真系嗱好叻噶啦，识过呢个字叫 hea。我问咗好多人咩叫 hea， 咁啊好难解释俾我听，而家我唔明噶啦。咁你翻学梗系要谂住读书，唔系谂住读书，谂住毕业你先去读噶嘛？系咪先？系咪？一样嘅啫嘛，你报名之前，喂，帮我祈啦，好想入到嗰间学校，咁啊死期难期，哇，感恩入到，咁啊入咗之后，你又批评嗰啲老师妈啊，个老师物，咁你玩嘢喺度，系咪先？即系努力去读，人系有一个责任，你要做你应该嘅嘢，但系你问题，你知唔知你嘅责任系咩啊？唔知咯，系咪先咁解啊？教会都系，你系教会做咩啊？得闲坐喺度叹下冷气咁啊，特别大热天时咁啊，走梗唔系啦，系咪先？勉为难系，梗唔系啦；系瞌下眼瞓都，梗唔系啦。嚟教会做咩？学习真理，俾主服侍。你咪坐喺度，等人服侍你噶嘛？有冇搞错？真系，系我又兜走你，我好衰嗰啲脾气真系。彼此服侍，因为圣经去几多嘅，特别喺呢个新约里边，佢提到我要彼此服侍噶嘛？呢啲唔系净系坐喺度大爷咁样，大爷嗰个女性嘅系叫咩啊？唔系叫大婆，叫咩叫？啊、即是男人叫大爷，女人叫什么大妈叫大你不是这样坐在那里有人服侍你的嘛，是不是？是不是大少拉呀、啊、是不是做公主的嘛？在这里黐线，昨天走了去深圳，我不知道什么，看到几多人穿件公主袍、啊、不是这样的嘛。我们圣经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即使你旧约都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是不是要彼此服侍的、哦、要。咁先开心㗎嘛，我服侍下你，你服侍下我。如果唔係呢，点解咁多平头品足呢？因为你唔服侍人㗎嘛。你期待人哋服侍到某一个点，咁你又 upgrade 㗎喎，你又期待多啲服侍㗎喇喎。係咪就好似呢个嘅箴言係咩里面佢话俾呀俾呀俾呀，冚唪唥俾我个问题。唔係话我俾出去喎。所以我哋要学习。所以咧，就像我嗰度咧，真系吓、啊，我相信你祈祷嘅时候，神一定系话你支持啦，一定系呢句嘅。我相信，好相信，极之相信。咁啊，但系点支持咧？咁啊，呢个你同神嘅关系啦。呢、这个，因为我哋同心啊嘛，我的题目就系同心同工啊嘛。你唔同心，你点样同工？如果你只系得把口，系人都识讲啦，系咪先？咁你啲表现嘅时候，即系唔系表示唔系表现，即系啲表示嘅时候咧，咁人哋真系好感恩。我哋一齐嘅将个荣耀仲赞归翻俾神，因为神嘅爱就系咁样。因为圣经里边唔系叫你得把口噏噶嘛，咪喺嘴巴上边，咁你平平安安去啦，系人都识讲啦，系咪先？咁如果你有需要咧，喺人嘅面前喊喊到肥啲肥咧，咁人哋又咧平平安咁去啦，我帮你祈祷，咁你觉得点啊？我知你为我祈祷，神啊，你帮佢啦，咁啊，即系祈呢啲咁嘅祷啊，唔系。咁所以咧，第三点快啲啦，咪快啲收档，因为俾人踢落去。系啦，第三点啊，第二个咧，关于喺基督里边嘅文化，呢个就好难嘅。学习有容忍嘅量度，爱心就系联络传得嘅。我哋读嗰啲圣经喺呢个哥罗西书第三章12-14嗰度。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廉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Amen。 好啦，咁我哋会好阿门啦，系咪先？我哋都系神嘅拣选嘅，哇，好尊贵，好尊贵。咁咧，圣洁蒙爱，哇，即系爱我多啲，锡我多啲。咁咧就要存怜悯噶啦，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嘅心。呢个系讲咩啊？对人噶、哦，即系我哋存有呢啲系对人噶、哦，唔系话要求人哋存呢啲心去对我，你明白啊？这个好唔一样喎，完全唔一样㗎喎。我哋有冇咁啊？有冇咁啊？我哋我感谢主啊，我喺大阪㗎咋，我噏完就走人㗎啦。如果你嬲我都冇问题，但我觉得喺主嘅里面，圣经咁样去教导我哋要学习呢样嘢，听到要行动。嗱呢啲呢阿先母坐喺度啦，佢哋冇同我讲乜，任何一个字都冇 nothing。亦都我佢哋亦都唔知我噏乜吓，今日又有冇噏嘅咁啊，所以唔好有任何不必要嘅误会吓。但系我系喺主里边系真系提呢样嘢，我哋有冇去实行？我哋点样去实行？我哋实行去边个点啊？我哋好容易对人有要求，个嘴唔噏都好啦，嗰只眼就睄实噶啦，已经拉长个耳朵去听实噶啦，希望人哋对我好。希望人哋锡我多啲，因为我觉得我好阴功啊，冇人爱我，爱我唔够啊。咁但系我哋有冇都嚟谂到，我哋有冇爱人唔够啊？有冇尊重人唔够啊？有冇欣赏人哋嘅劳苦啊？做牧师传道人真系好阴功噶，老实讲真。我记得以前包牧师讲过好多万次，如果冇苦节，千祈唔好做牧师。咁我就坐喺台啦，嗰阵时坐喺台下第一排，第一中间咁样对住包牧师，我望实佢。我心谂，感谢主你又做咗，我心咁谂下，乜真系好烦好烦嘅。因为点解啊？因为冇人能够理解，或者系小组嘅组长又好啦，或者系副组长又好啦，或者系教会嘅同工，嗱，佢哋冇同我讲任何一粒字啊，千祈唔好误会啊。但系我真系从我心里边去，真系鼓励大家去彼此欣赏。有阵时可能人佢要做啲嘅做法同我哋唔一样，或者冇正如我哋所期待嘅有一个嘅果效出嚟。但系记得一样嘢，冇人从来出世就识做，冇好似做父母啫嘛。冇人从来吓即系练习过有个好嘅结果，然之后做父母又冇噶嘛。你练习咗就即系等于你生咗出嚟噶啦，系咪先？即系冇人咁样去试下做过。传道人又系，牧师又系，咩师都系噶啦。咁你吓咩长啊嗰啲都系噶啦，组长、副组长、乜长都系噶啦。我哋系彼此一齐嘅学习，一齐去成长。错咗嘅，唔系冇搞错，即系唔系咁样。如果系咁样错咗，咪如果真系错嘅话，错咗咪错咗。我哋一齐去做好呢样嘢，呢、这个应该系我哋永远嘅，我哋心里边第一样嘢，而唔系去批判。如果要批判嘅，批判我哋自己。点解啊？因为我哋有份啊。即系我都冇参加，咁你仲衰，因为你唔参加。系啊。每个人应该去参加，尽你所谓嘅你所谓嘅绵力又好，大力又好，乜力都好，我哋应该要参加，要做好一样嘢。神俾我哋有一个嘅意象，有一个嘅目标嘅 mission。诶，即系我小组都有个目标噶嘛，系咪啊？即系我副组长，咁你副组长都系要发挥你个功用噶嘛？吓，你唔系永远都系做副噶嘛？你会做正噶嘛？我唔得噶啦，副就得噶啦。咁啊，总之神有佢心意，除非你唔愿意被神使用。如果唔系你以前嗰啲祈啲咩土啊？吓，以前有心啊 cam， 而家叫冇噶啦，叫咩嘢嗰啲特会嗰啲吓。今日牧师讲到好兴奋啊，差唔多喺上面飞落去咁就咁兴奋啊！哇，好兴奋咁样吓，呼召啊，服侍神啊，哦，咁啊即刻扑到出嚟第一个，你话神啊使用我咁，咁啊神听祷告噶，咁啊神要用你话唔系啦，你又收埋啦，跟住仲衰啦，你乜都冇参加，你仲衰。话咪咁样信咗耶稣啊，要做嘢噶，唔系。信咗耶稣咧，我哋系彼此嘅服侍。每个人一个心，而家啲猫狗都系噶，你唔好话。但系我哋人嘅心系尊贵，人系尊贵首先。你唔好嗰啲怜悯咧，对你屋企嗰一只，你咪净系咁样。
你应该对人是有更大的怜悯，更大更多的怜悯，不是只是 对着你那只那个耳只咁样。我一阵间啱去日本嘅时候咧，咁啊要穿过一个嘅公园先去学校嘅，咁啊次次咧经过咧，都有啲人咧都推住成车狗噶，我心谂黐线啲狗唔行路嘅，个主人推住行路咁样，系咁噶，所以啲动物好软弱嘅阴公真系。跟住唔夠呢啲咩 muscle 㗎，即係啲主人攬實推實咁樣。咁但我哋對人個心點呀？我哋對人個心係平頭品足喇喎，有啲唔多錯，有冇搞錯呀？你係牧師㗎嘛，你係咩師㗎嘛，咩長㗎嘛，係咩㗎嘛，咁樣我乜都唔係，咁你仲衰，你冇知識。即係我哋唔係咁樣嘅一個嘅態度，我哋人應該咁樣，無論呢個世界周圍嘅文化教導我哋啲乜乜乜，我哋要跟隨聖經。聖經唔係叫我哋咁樣去做人，这个不是人来的，告诉你，彼此饶恕，彼此包容。有没有包容啊？有没有包容啊？我们家那一只呢，不小心叫你胎离了色，为什么今次你不是要我抹地，但你很大包容的，很开心的，你我就忍不住了，即是最不抵得的，那些人呢，即狗呢，一般是拖着出去呢，是不断执他的东西的，多大包容啊？日日添，日日不知道一次两次的，为什么我们人的心可以对于这些小动物那么有包容？但是神所做的人，他有灵魂，他需要得救的，需要 去包容的，我们很多的平头品足，我们学习这个世界的文化，很多的批判表示我懂事，表示我真的学问广博那些东西，不是。耶稣怎样说？我们要包容，有包容。人好容易话有咩即刻搲边个错，然后边个去承担，咁啊我哋永远就唔会黐埋去嘅，事不关己快啲闪开，唔系，我哋要祈祷，为咗呢样嘢好，为咗呢个事好，为咗呢个弟兄姊妹好，为咗某某朋友好，要包容。日本话有一句话，我见咩面，即系只眼要大啲，即系唔好睇到咁窄，睇到咁细。饶恕，耶稣点样去饶恕我哋？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做错的事情，多怕人不饶恕我们啊，多怕我们真的无面，多怕那些人家对我那么好的属灵良好的那个形象会消失啊。求神都饶恕我们，但我们有没有彼此的饶恕？我讲过，无论是任何一个岗位，公司的老板又好，同事又好，学校又好，教会又好，长执又好，牧师什么师都好，总之监督又好，什么都好，从来没有人出世之前学过做过的。我们要容许人有错，因为我们都成日错，除非你骄傲你不承认你有错，你觉得你永远没有错的，这个真的要悔改。如果你觉得你永远没有错的，我们要悔改，学习去饶恕。我想祈祷，我想祈祷一样东西，到现在你们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经历一些东西，你觉得某某人好错，最错就是那些人乜乜乜乜，我是受害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因为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全部是受害者，其实很奇怪，那么谁是加害者，是不是？全部人都是加害者，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受害者。我们不是，我们要神去怜悯我们，要人去帮我们，而不是说我黑人家的同情，不是。我们需要人去帮助，所以同心同行。我们学习怎样可以同人家有一个切身处地的一个感受。你不可能未必会有100%，不是，都不会，因为你不是他嘛。但我们学习去体谅他，不是人家跟你分享什么，你即刻买去博你顿啫，你走去博人家，那你这么小气啫，不是讲这些东西。而是哦，原来有这样的难处，我不知道有这个难处，或者甚至有些人他真的不想讲了，真的你没逼人讲，但你为他祈祷，为他祈祷学习饶恕。我们一起起身，我们祈祷，我们现在个人自己同神做个祈祷。你有没有曾经是被得罪过的，或者是被冒犯过的，你个好难去饶恕，好难去饶恕，一世都好难饶恕啲咁样嘅嘢，佢伤害得我太犀利啦。又或者你觉得我做嗰啲嘢，我伤害个人，我永远唔能够去饶恕我自己。又或者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曾经伤害个人，但点解好似我啲人际关系咁差嘅咧？因为你唔知道得罪咗人啊嘛。但系无论点都好，
我们祈祷主的恩典，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去祈祷。神啊，你帮助我，你光照我，我有没有得罪了人，或者我有没有不饶恕在里面，有苦毒在里面，其实这些都是造成我里面很大的捆绑，我不能够开心，无论我转移任何一个环境，我都觉得我不能够投入，我对人好没有信心。神啊，你医治我，医治我的心。我们一起有些时间去祈祷，或者甚至你可以出来祈祷都可以，如果你需要人去帮你祈祷，你觉得我走了这么久的天路好像觉得很孤单，我需要人祈，有人陪我，又或者我真的很好内向，我不方便讲我的事情，不要紧，你不讲都不要紧，但是祈祷求神去打开他们的心，我们可以去接受人家给我的一个同行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的心。又或者你是未认识神的，你啱今日第一次嚟又好，第几次嚟好，我好想认识呢位耶稣。耶稣，我需要你嘅爱，我需要你嘅医治。嚟到左边都好，右边都唔紧要，总之嚟，总之就嚟啦。咁我哋咧就会为你哋祈祷嘅。我哋祈祷，一齐祈祷，我哋祈祷，神系你帮助。我相信喺呢度有啲人，佢心里边真系有好多困难，有好多需要饶恕或者被饶恕嘅，或者系饶恕自己嘅。我哋去祈祷，神饶恕咗你，神你都饶恕咗。如果你愿意饶恕得罪你嘅人嘅话，呢啲人佢会作为学习咗一个嘅功课，佢会被更新。因为我哋主里边，我哋需要被更新。我哋一齐祈祷。如果你有需要嘅，你有啲前辈唔好客气，我哋祈祷。自己冇度硬喺度顶，我都冇度顶。我哋出嚟接受神嘅帮助，接受弟兄姊妹嘅服侍。冇一个人喺度死顶硬顶，好难顶。我哋出嚟啊！如果需要祷告，出嚟我哋祈祷。可以出嚟啊！我哋好愿意，好希望可以为你祈祷。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是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真的可以竭尽我们的所能，就是保守神你所赐我们的合一、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服侍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呢、就是、在对我们弟兄姊妹呢去表达出神的爱。正如圣经、耶稣你这样讲，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呢这样呢世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是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切实的彼此相爱，好让人呢认出我们是主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